stolen crown and let it run, let it all fall away. You don't give a damn if I leave or I stay, have mercy. 好听啊，说你们最近应该都被这个小东西刷屏了吧，自称啊是笔尖香水的魅力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他们家的广告，关键价格还不便宜。那么解忧到底好不好用呢？我到底会不会被他们家拉黑呢？咱们拭目以待。先看一下他们家这个包装啊，是有些小心机在里面的。我看这个封条是可以撕开的，里面有一句情诗 Rose is blooming， 莫名戳中了小女生的点。既然是笔尖香水的沐浴露，我随即去找了20位路人去闻这三个味道，气味好评最高的就是这款溪畔听风。我给你们形容，你们也闻不到。总之，男生身上如果有这个味道，就是一整个高级霜，女生 double。留香时间我刚算了一下，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不长。但我看了一下，因为它香精啊添加的特别少，所以用起来会更加安全。至于温和性啊，他自己说添加了面护级氨基酸，那咱们就先洗它一周，看看烂不烂脸。家人们，早晚坚持了得有7天，这个脸确实没有烂成，倒是有点腌入味儿。别太荒谬。顺便查了一下它的成分，一路绿的，所以咱用它洗澡真的没啥毛病。本人亲身实践啊，泡沫是好冲洗的，而且不讲话，用男性的口红眼线笔试一下也是能洗掉的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它洗完也不拔干，有一种细中带润、润中带滑的感觉。而且这个沐浴露我收到的时候啊，他还送了小样给我试用，不满意就可以直接退正装。在服务上面绝对5星好评。追求生活品质和仪式感，又喜欢清冷挂香味的仙女仙童们，这，嗯。